你真的很客气，你太客气了。国民党立委徐小新一人对抗民进党立委们，更与立委王美惠互推拉扯。你拉他了。王美惠双手扣住徐小新的脖子，挤到墙边，直接把人压制在椅子上，却因为徐小新指控王美惠出手攻击议事人员，为了助攻同党好友。我有拍到啦！啊，随便你啦！我有拍到，随便你啦！你有跟你随便你啦！指控张宏禄抢劫，有画面会说话。议事人员议事录念到一半，张宏禄快手直接抽走纸张，因为民进党认为会议无效，加上拿的麦克风是国民党版，人赃俱获，但招委高金素梅报警，扯破喉咙高喊这句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说话，我在这里宣布议程，我们开始开会。双方在比声量，民进党口号狂喊30分钟没停下。毕竟一早7点半就霸占主席台突袭，不让国民党顺利审查提高选罢法门槛，里头吵轰轰，走廊火药味也很浓。执政党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对不对？你刚刚不是讲叫大家不要动员吗？要社会共识吗？那我们连讨论都不行。两人走廊上相逢，傅昆萁跟部长唇枪舌战，民进党立委赶紧出来救援。即使没办法讨论，不免也要酸蓝营更开启这玩笑。因为波来是藐视国会啊，或下面的修法未开始，朝野不相让，官员也抢话语权。TVB 新闻董俊言宣台北采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